王建民六球解决一人，轻松八场无责失。It's a 5-0 ball game. Warm up for the Kansas City. He's coming in. Yeah. 皇家比赛落后之时，通常就是箭在出场吃橘树的时候。你看看他这坚稳的步伐，一步登上投手丘。听到我在播秒数，你就知道今天其实内容很单调啦，因为箭在今天只投了一个人次。And Apple, a liner into the glove of Hosmer.And that'll end the inning. 嘿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王建民只用六球就搞定今天的任务，防御率降至2.08。